今天两个团队有这样执着的电影人的心，以及所有热情的台南市的市民，大家都共同翘首盼望，这点我们是非常非常期待的。那也要祝福今天的这个感恩典礼哈，能够顺利。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除了支持我们国片之外，也支持我们来自台南、生在台南、长在台南的这个从台南出品的这样的一好的电影。那尤其对于未来，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电影工业值得鼓励之外，我们相信许许多多的本土文化的爱好者，许许多多的这个艺文的爱好者，大家都能够翘首期待它的这个剧情。我刚刚看了简介，真的是引人入胜哦，那也非常的让人可以期待这样子的一个好。到拍摄完成到上映，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我从一个完全不懂电影的圈外人，踏进这个圈内哈，我要感谢我们台大工业工程研究所开了这一个跨领域整合与创新的课程。哦，我今天来了很多我们台大的学长姐哈，非常感谢。那因为我有这一个思维，我一直很喜欢从事跨领域的事情。那但是跨进去这个影业哈，其实真的是五味杂陈，相当的有感受。一路来哈，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台湾这个国片真的是需要各位的支持与协助，它真的非常不容易，不止民间企业要来支持。我在这边，因为很多的政府官员在此，我在这边郑重哈，希望我们的政府单位也可以给予最大的支持与协助。然后是啊，投资这部电影，当初我们在台南开镜跟在台南里面拍摄，我们也跟各位乡亲保证过，我们一定要在台南办首映。今天啊，杨董事长这么辛苦啊，能够把这个任务也完成啊，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办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对这个杨董事长的坚持啊，我们剧组来说也非常的原创。那我的梦想是第一部片子回来台南市拍摄。我走过很艰辛的拍摄过程，从2017年跨年一直拍到2018，包括后续，将近2年的时间，我们也终于把它完成了。那非常高兴，我们答应过台南的朋友，电影上映的时候首映会一定在台南办，我们这次没有在台北，我们极力打造南台湾的影视基地，让南台湾不再是影视文化沙漠。我非常感谢一路走来帮忙我的那个亦师亦友的吴峰导演，还有我的团队，你们大家都辛苦了。最感谢的是我们的出品人杨春娥董事长，愿意给我们团队这个机会。演唱的歌曲，接下来邀请的是我们足智多谋黄鼠狼陈明赫。哇，陈明赫在我们多部的国片之中呢，现在在开直播对不对？在我们国片之中还担任了非常重要的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他呢。我们知名的宅男女神，也是游戏实况组非常多
接下来继续邀请我们优秀的实力派年轻演员。高兴这一次能够和那个杨春娥、杨董哦，还有我们田制作，然后完成了这部戏。带领那么多优秀的这个演员，还有这个幕后的工作人员，然后全部都是在台南拍的。那所以请各位这边，我们要从南部的这个票房要反攻回台北，对不对？当造台南的厉害，对不对？好，那就拜托你们一定要去戏院多多支持啊！这个片呢，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啊！好 ，OK， 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吴镇阳吴导演，那我们期待他如果再导我们下一部电影续集的时候，他在里面也搭上脚。好，我们的男主角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男主角博翔呢，他不但是武斗的男主角，他身怀绝技，非常非常非常会跳舞。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荣幸让他秀个几段？你要跳一下吗？看大家的热情的反应哦。好，好，大家好，大家各位台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博翔。那我在《破烂太子》里面饰演的是田勋。那这部戏呢非常的棒，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又是讲梦想，而且刚好在母亲节的时候，这部戏又有讲母爱的戏，好不好？所以大家一定爸爸妈妈小孩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去戏院支持我们电影不让孩子，好不好？谢谢饰演来春。那我非常谢谢我们湛蓝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饰演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这个角色。然后当然在里面呢，我们有好多情感的流露，然后有欢笑，然后有非常可怜的部分。那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去戏院里面支持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内容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所有演员的支持也好，我觉得大家我需要大家的支持。那我们我希望明天呢，大家都可以进戏院支持我们，谢谢。请各自把不辣椒安排在你们觉得适当的地方，杰哥要放在哪里呀？哎，史上第一次相机还不赶快拿出来，你们要看到高杰在比划不辣椒，我想这个世纪很难了哈。我觉得杰哥哈有一种被暗算的表情，大家仔细看一下高杰高大哥的表情。来，我们其他的演员也都往前一步好吗？各自哦。还有啦，这个是直播中吗？直播中这个会不会有那个观众突然看到觉得不宜十八岁观赏？来，我们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历史性的照片，也邀请大家一定要把它留下记录。太神奇了，如此冲突，既黑道又性感，全部都在这些演员身上。我们数到三，一起丢丢我们的 bra 好不好？先把这两个帮我们捡回来一下，我们好朋友可以帮我们捡一下。我们数到三，一起把 bra 往天上丢哦！啊，大家要 cue 好哦，一二三才丢哦！啊，所有的相机请准备好。那我们杨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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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在高杰杰哥旁边。丢出去吗？这些都是杨董的 bra 啦。大家要看到杨董的 bra 不是常常有的哦，所以就是今天哦，大家来看到这个 special 丢杨董的 bra， 数到三一起丢哦，来，一、二、三。呜！想问一下各位乡亲父老，各位现场的乡亲父老，还得台语不认真，可是我感觉来到台南就是爱讲一点点嘛台语。你们为什么一脸茫然？一定是我台语太好了，哎呀，总该加贺对不对？好啦，我觉得我们内衣都拿出来了，对不对？刚刚那个画面只拿着拍照，你们觉得够不够？不够，不够，对不对？那要怎么样才够？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点 idea？ 怎么样才够？内衣都拿出来了，举手，我送他这个内衣。好，好，那我们鬼叫哥，你觉得怎么样才够？是不是要穿一下？要把它当个弹弓这样子、啊、当弹弓哦，刚刚已经当过弹弓了，还有什么 idea？ 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下，就是这件给你，安好你这件给你。这个 idea 很不错哎，现场换了不行吗？今天是一个纯朴的场合，我觉得我们就 Q 一个演员穿内衣好不好？现场直接换好不好？你华夏。这边来，这边。
机起来拍哦。杨姐应该很想拿手机起来拍吧？高杰大哥表示到了，你来走。来啊，传统。哇！赛事不合，有没有四十六 D 的？哦。哎，这个太小了啦。对，赛事不合。这个三十二 A 减的，他穿有点勉强。啊，大家准备支持。来，我们请所有的演员一起靠过来，现在是挤乳沟时间，有没有乳沟就看你们敬不敬业的态度了。来，准备哦。等一下，我们现在要先进行一个录影时间，因为我们要请我们的现在穿着 bra 的这一位动动他的动词动词他的胸肌，注意哦，我们数到三，他要动词动词他的胸肌，只有三秒钟，错过就没有。录影先给他按下去，三二一，看看胸肌动一动，看看胸肌动一动，有没有啊？还继续动，他等下抽筋了。好了，来先来，两个 PK 一下，PK 一下，很难动，我好会动。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立刻要把衣服穿起来。你们知道这一个桥段，我们等一下要被罚多少钱吗？限制级的，限制级的，露点的露。